仙人。自从我有了这块手表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好好跟你说过话。以你这样的成绩和能力，能为企业创造什么价值？一个不能为别人创造价值的人，就会被社会永远的抛弃。爸，家长会。这个学校你也不要去了。我会让小王办好你出国的全部手续，别在我身边丢人。鬼仙人，你说如果不能为身边的人创造价值的话，是不是谁都会离开？公司的员工，合作的老板，朱莉，还有周青言。价值，创造价值。千金，你饿不饿呀？放心，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。交代？什么交代？找出解决此次危机的办法，拿回经济和主控权，给你们一个交代。周青言，你去把书房整理一下，电脑打开。朱莉，把收购的两间店铺平面设计图拿来，还有有关于国内外宠物丧葬店的资料也全部拿给我。宠物丧葬店？哎，千金，千金，哎，那我干嘛呀？千金想到什么办法了？不对，这石大小姐反差有点过于大了吧？现在来看啊，这个刺激对他影响，这个吗？好，已经跟刚才完全不是一个维度了。把这个打印两份。出来了就好。知道了。哦，也对，对，还是别再刺激他了，让干嘛干嘛吧。走，我帮你。走。醒醒，大家醒醒，收拾一下，我们10分钟以后出发。千金，千金，去哪儿啊？出发？吃饭吗？是。宠物丧葬店扩建计划。对，我们准备行动。老公，我想吃你煮的面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个 PPT 的主要内容是针对于周青岩的宠物丧葬店扩建事宜展开。想必大家已经听说了，因为我收购隔壁两家店铺和救助基地，给我也带来了一些麻烦，所以我现在需要大家配合，一起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。你们可以边吃边听。方案如下，将原本的宠物丧葬店进行升级，改为高端式宠物殡葬服务。将右侧的店铺改为宠物医院，开设 VIP 客户专享服务，与宠物丧葬店联动经营。将左侧店铺改为宠物店，开设寄养服务、SPA 养护、护理、售后等项目，与宠物医院联动经营。同时，
宠物店与红姐的基地联动，开放领养通道，逐步将红姐的基地升级为宠物繁育基地，从而真正实现宠物从入手开始到生老病死、吃喝玩乐全方位一条龙覆盖式服务。收到啊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进一步分工。陆凡，你先辞职。辞职？对啊，你辞职以后专门打理新店，从设计、施工到开业，全部由你来负责。时间期限内，我来验收。那不行吧，石芊芊，因为他那个哪里不行？哪里不行？别辞职他，别辞职他。朱莉，你觉得我说的方案可实施性如何？石总，我觉得可以，可以。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钱啊。没事儿，我来拉投资，你们去做具体的实施方案。现在我宣布，夜景集团编外团队宠物丧葬店扩建计划小组正式成立，开始行动。喂，马总啊。哦，我是夜景集团的朱莉啊。哦，朱莉啊。我们这边在搞一个新兴职业的投资项目啊。对，你这边感兴趣吗？项目书。喂 ，Vicky 姐。喂。啊，那个，我是夜景集团石千金啊。啊，是这样，我刚刚发给你的新型投资项目书，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？就是宠物殡葬业。现在有一个新兴职业的投资项目。你发来的项目我看了。嗯，这个体量这么小，是我已经看你们集团怎么不自己消化呀？好好。我的 Vicky 姐，这里面确实有一些原因。我听全书提了，是我说你和公司有一些状况是吧？千金，这样吧，这个项目我们就先不考虑了，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啊。就这样吧，拜拜。Vicky 姐，特别好的项目，一条龙的产业链，是去扩大到海外市场，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的。哎，不是，您听我说，不是单纯的动物火葬。喂，秦董，李叔，这个图多少？我是石千金的。我刚发您微信的项目书您看了吗？去您公司当领导，占股比例都好难。秦总啊。对对对，搞的就是一个新兴职业的投资项目。对，喂，哎，刚才石千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？没听明白。哎呀，老周，我刚刚想了一个宣传词，特别好，你听一下。新产品刚刚到，全国人民不知道，有产品有介绍，上面还有电话号，从出生到养老，药到病除全好了，百货大楼盖得高，宠物丧葬不经销，来不来不要紧，了解一下新产品，一分钱一分货，来的都是回头客，你不买我不买，谁来养鱼窝里仔，老不欺少不骗，全凭最贵来实现。你说这个石千金是不是受到什么刺激，精神不太好？你说什么呢你？我看你才是精神不太好呢。再怎么说，人家也是因为帮红姐帮咱们才出了这么个事儿啊，我们有责任啊，帮忙想办法啊。不是，那怎么解决？是你能给他啊拉资金，还是我能给他弄个董事长去当？我看，要不然就把你这个宠物丧葬店卖出去，给他填窟窿。正经点你。你那个做慈善的富豪呢？不，联系联系他呀。哦，你是说那个瘫痪二哈那个主人，一直做慈善那个李爸？对呀，联系一下。哦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把石千金救助宠物基地的这个行为定义为真正的慈善，这样他就好跟他那公司去交代。对。哦。吃饭了。嗯，一天一夜了，终于有顿正经饭了。尝尝，老周的拿手手艺，好香啊！
千金，吃口饭吧。你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饭了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会吃不消的。好香。我们家老周啊，就靠这碗面征服我这么多年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因为项目体量不够，需要融资的金额太小，所以之前跟我们投资的那些大公司都不感兴趣。对，扩大规模，走。千金，你去哪儿啊？千金，哎呦，千金啊，千金，千金，等等我。要不然你告诉我你去哪儿，我来开车吧。是啊，千金，你现在状态不太好，要不我来开吧。我可以。千金，你慢点。千金，小心啊，踩刹车。小心。我知道了，我们一直拉不到投资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项目规模体量太小，大资方不感兴趣，小资方没有闲钱投，所以我想，天使宠物属于周青岩宠物丧葬店的一部分，如果把它加进项目，扩大项目体量，这样大资方就会感兴趣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项目做成。石千金，刚刚有多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大家不是没事吗？你不要打断我，关于扩大项目体量的。石千金。大家是因为担心你，所以才一直配合着你表演，因为怕刺激到你。因为你刚刚的任性，我们不知道会出什么意外。你还是自私的只想自己。大家现在不是都好好的吗？你还要怎么样？啊，对，人没事就好。对啊，亲爱的，你别生气，千金也不是故意的，而且你不告诉我们吗？要忍一忍。不要刺激他，不能先攻自己啊！啊，别跑，别跑！他就是故意的，他就是自私的，只想自己。你真的觉得这个计划可实施吗？你问过周青岩开这个宠物丧葬店的初衷是什么吗？你让陆凡一直研究医院管理，还要给你交方案，他有过一句怨言吗？还有红姐的救助基地改成培育基地，你觉得可实施吗？如果所有的地方都变成了盈利场所，那不就违背了领养代替买卖的初衷了吗？大家几乎两天一夜不吃不睡的熬着陪你，你看看他们俩都成什么样了呀？你还是那么固执的只想自己。千金，别闹了，放过大家也放过自己不好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我们都说了会一起帮你解决问题，你就借此机会好好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一起慢慢解决不好吗？你为什么就那么固执呢？不是我固执，是我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再去浪费，我必须要马上去解决现在这个事情。为什么？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。什么？任何人在一起都是因为对方能有为自己创造价值的能力，不是吗？我现在已经不是你老板了，我没有钱给你开工资，三天五天你愿意陪着我，如果我一直是一个没钱没地位的人，你还会一直留在我身边吗？还有他，如果我没有夜景集团董事长的位置，没有钱帮红姐解决基地的问题，还会留在我身边吗？还有，我必须要在短时间之内把董事长的位置夺回来，
我不能让我爸失望。石千金，你真是个自私又没长心的人呐。我今天才知道，这么多年我陪在你身边，是因为你能为我创造价值，能给我开什么狗屁工资。石千金，真没劲。如果不能为别人创造价值，就算是亲生父亲，也会有一天放弃自己。如果不再去投资金钱、时间及精力，你们也会离开。我拿你当闺蜜，你拿我当生女。亲爱的，你别哭啊，亲爱的，别哭啊。你去个地方吧。这里原本是一间游乐场，公益性质的。我父亲原来就在这里上班。我父亲走了以后，这里因为地段偏远，年久失修就荒废了。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待的地方，我可以在这儿发一天的呆，看父亲工作，看小朋友玩，看好多好多小动物。哦对了，八爷就是我跟父亲在这儿捡到的。好美啊这个地方，我从来都没有去过游乐场。后来呢，我就把这里改成了宠物墓地。我就保留了那几个有意义的游乐设施。我也是在这儿遇到的陆凡。陆凡？陆凡。走走走，我带你们回去换衣服啊。父亲走后，陆凡就以蹭饭的名义死皮赖脸地住进了我们的家。他总说是因为他母亲加班没有时间给他做饭，也没人给他检查作业。但是我知道他是担心我。我真的很感谢陆凡，是他陪我走出了我人生中最困难的那段日子。我可以说，长这么大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是最多的。陆凡陪你的时间是最多的？其实人的一生能有一个不离不弃不求回报的朋友是幸运的。人的一生会被很多的感情所包围，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这些感情的价值不在外面，不是能够用多少的时间、多少的金钱可以衡量的。这些情感的价值在这儿。
是你愿意为之付出全部，全部的时间，全部的精力，甚至是全部的生命。你爸回消息了，说等一下有时间可以见我们一面。你那边怎么样了？能出得来吗？我发你地址啊。马上到。不是你能懂的东西。石千金，我可得提醒你一下，你的时间又少了一些。任务怎么样了？怎么又少了一些？时间明明已经停了。你可答应过我，等到30天的期限一到，可要遵守约定的。时间真的停了吗？你想的太简单了，问题没有真正解决，时间一到你还是会上车的。那怎样才算真正的解决？还差一点，还差一点。哎，还差什么？你说清楚。一纸合约又怎么能把人留在身边？时间又怎么可能真正停止呢？要走的留不住，留住的不会走。石千
千金石总吗？我是。哦，我看到你们发出的宠物丧葬项目的投资项目书，我们这边很感兴趣，不知道你能不能跟我们见面聊一下。我这边随时可以，请问你这边是？哦，我们是宏村新开发区的私人旅游度假山庄，主打生态度假和疗养，有生态动植物体验园区、高尔夫球场和滑雪场等。我们对您这个和救助基地的联动啊，特别的感兴趣，和我们生态定位也有结合之处。所以您看看方便的话，我们现在能见面了解一下细节吗？好的，具体的时间地址你发给我，我们见面聊。好的，石总，待会儿见，我把地址发你。好。你家那个二号陆凡，哎，老周你来了。朱莉，你气消了吗？没消，但也没法不管他。冤家，他怎么样了？这两天折腾坏了，刚刚在路上都睡着了，现在在家正休息着呢，放心吧。睡着了就行，睡醒了就清醒了。陆凡，嗯，这个李爸他不是富豪吗？哎，老周，这我就要批评你了，怎么刚跟这个石大小姐待了几天，从前院里看人了？我没住这儿怎么了？人李爸虽然是富豪，但更是大慈善家呀。我觉得住这挺好，亲民，低调，对吧？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这不是也没见过富豪吗？你不是刚看完一个女富商睡觉吗？就是，哎，现在呢，先办正事儿。人李爸还等着我们，人家也要休息啊。况且，好不容易这么晚才答应见我们一面，我都要困死了。赶紧把你那个石大小姐伺候明白，才能让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有个觉睡，对吧？走吧，走吧，走，就那栋。面谈吗？我可是等了你很久了，你的新项目可是很有诚意的，进来聊聊吧。是谁？石总，我们可是老相识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你出来！石总，你还想拿回你董事长的职位吗？那就进来吧。啊，石大小姐，你会害怕吗？你是谁？石总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。也对，那么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怎么会记得我这种没用的垃圾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出来！我是谁不重要，不过是石总手一挥就能开除的底层小员工罢了。要不是因为迟到被你开除，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这山庄也不会废弃在这里。石总你知道吗？那天我开会迟到，是因为我刚两岁的女儿高烧不退，我一夜没睡守在医院。网上拿到检验报告，医生告诉我，我
女儿得的是急性白血病，我老婆听到直接哭昏了过去，但我还是赶到了公司，就差了两分钟你就把我开除了，还把我整个项目组都解散了。说什么守时的人做的项目也不会创造价值，知道我这些日子是怎么过的吗？那几个月我没日没夜的开网约车给女儿赚医药费，根本不够啊。我听说你被公司辞退，已经看到你发的项目信息的时候，别提多高兴了。只现今你也有今天。你出来，你给我出来。喝茶啊。谢谢。谢李爸。哎呀，那照你们这个讲述说，是这个姑娘捐助了一间流浪动物救助基地是吧？是是是是。哦，那她等于是向这个基地还有向这些动物们献出了自己的爱心，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对吧？对对对。哎呦，那这就是慈善啊，只要有一颗帮助别人的心，有奉献的精神，那就是慈善。哎呀，那你们是想把这个姑娘捐助的钱做成一个关爱动物的慈善基金对吧？嗯嗯嗯。哦，但是李爸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所以想来请教您一下。哦，这个不难的，明天啊我叫我的秘书把所有的申报流程和相关资料发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您留我电话吧。哎，好嘞好嘞。哎呀，这个慈善事业啊任重道远，有你们现在年轻人加入，我是非常欣慰啊。你看这个小鹿，我之前一直说他愣，他还不承认，现在看来啊是个好人，做事啊很有责任啊。你看之前我们家的妞妞生病了，我手机都没带，直接冲到了医院，还是小鹿帮我垫付了医药费才救了我家妞妞。哎呀，真是没想到你们啊还在救助一个救助站。哎呀，不容易不容易。对吧，您别这么说，这都应该的。哟，打雷了，要下雨嘞。那你当时怎么不说？什么时候给过人解释的机会？千金，你夺权，你有钱，一无所有，被抛弃的感觉不好受吧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你有什么话出来我们当面说。就是要看到你狼狈的样子，越惨越好，像你当初开除我一样，什么事情比这更爽的呢？你们路上注意安全啊。嗯，早点回去吧。谢谢李爸的伞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好好好好好，再见啊。嗯，再见。李爸再见。拜拜李爸。李爸我们走了。哦，这么大呀。哎，老庄，帮你解决这么大难题，请我吃宵夜去。芊芊还自己在家呢，我出来这么久已经算违反合约了，我要赶快回去了。哎呀，快点走吧，我跟你出来这两天我都折腾瘦了，反正出来都出来了，不差这会儿。你还是先回去吧，万一他醒了呢。嗯，对，朱莉说的对，饭什么时候吃都行，为了我兄弟的女人，我女人的闺蜜，我做这点事儿不算什么。老周，快点走。快走，你什么时候能靠点谱啊你。快走快走吧，有事打电话，你要是自己能解决呢最好别给我打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当心点啊。嗯，走，带你吃好吃的去，老周是没这口福了。石千金，石千金，石千金。
这一次奔向你。